追随谁是真爱，亲身体验过春风时就又来，情到至深时无法言浓白，前尘人好心动化灿烂的开，爱恨纠缠但生生世世，心之中的纪念为你存在，多遥远的路都阻挡不住再次拥有美距离的温度，此次自由在生生世世，有爱必懂相拥错过了最爱，送一见祝福再默默相助，恐怕没以后不自觉留退路，鬼王激励，你就是魔尊重楼使者西风。尊者即将驾临丰都极乐世界，倒是尊者会暂时接管此地。小王明白，那小女子应该准备些什么来恭迎魔尊圣驾呢？若见画中人在丰都出现，马上扣留，替后尊者发落。好舒服啊，不急。哥哥，喝点水吧。你自己喝吧。嘿嘿，你们知道吗？那边就是长安，长安的水果啊特别大，东西啊特别的好吃，那里的人特别的漂亮。你也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梦里去过好多次了，老大。啊，那我也做梦，我也去一次啊。是真的。那我也要再梦一回。金兄弟。练功夫不能一曝十寒，昨天你的剑术稍有进步，今天我们继续练。什么叫一曝十寒啊？正所谓一曝十寒的意思就是……哇，你还真给我解释啊，你饶了我行不行？金兄弟，你这样偷懒的话，不要说御剑飞行了，连这个你都做不到。哼，我妹妹也可以飞啊，这就叫天生我妹必有用，这就叫朽木不可雕也。你给我闭嘴。你个女傻还想当女侠呢，你这个猪婆。你这个白痴。我懒得跟你讲，你跟他讲。哼。哥哥，雪见姑娘，不要跟我说话。雪见姑娘今日对长青充满了敌意，不知道在下哪里冒犯了雪见姑娘。你凭什么要人家对你好？你自己对人家有多好啊？对人家好，如果在下又哪里冒犯了雪见姑娘的话，还请姑娘指正。你，我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你们男人都没心没肺。哎呀，你自己让人家伤心了一两百年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简直是木头。一两百年？对呀，你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她中暑了，我带她去洗个脸。你别过来啊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问你，你刚才说什么一两百年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管我知道什么？反正我没发毒誓。发毒誓？你连我发毒誓都知道？哦，你一定是偷听了。你个不要脸的八婆！你才是八婆！对呀，我是偷听了。我偷听了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是你们自己不小心。我可是发了毒誓，不说出去才换回这个秘密的。太便宜你了！你也发誓，如果你说出去，就脸上长毒疮、毁容，永远嫁不出去。你才嫁不出去呢！我就不发誓。我就要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。喂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你给我发誓，你放不放誓？你放手啊。你不放手我就不放手。你放不放手？不放。放不放？哥哥没事的。你让开。你居然甩硬呢。你不甩硬怎么样？你又装，你还装，还装还装。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打你，打你，欺人太甚。消失！
点！怎么办呀？谁让你打我的？听说长安城里有好多的美女，只想快点去啊。徐大哥，什么事？我先把哥哥和雪晶姐姐带走了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在又吵又闹，后来魔剑把他们弄到天上去了。不行，可能是红的又出来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先别着急，魔剑往哪里去了？那边。好，大家收拾，马上上剑。哦。你要对我说什么？哎呀，下面有什么好看的？下面的风景真不错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就是长安。长安。龙葵，你来御剑。茂山兄弟，茂山哥哥，茂山哥哥，茂山兄弟，茂山哥哥，他好像不行了。不行，他身体太胖了，受到过度惊吓，要好好调养才行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追上哥哥呢？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先找一个客栈投宿，等他醒了之后再说吧。是不是丰都啊？那老头跟我说这是个极乐世界，怎么那么阴森恐怖，到处都是棺材铺啊。极乐世界才会乐极生悲嘛，这我都不懂。怎么那么早就打烊了？哎呀，这里天这么热，谁还出来卖东西啊？是啊，太热了。哎，我去找口水喝。哎，那有座火山。哦，难怪那么热呀。哎，离他远点，离他远点。找你的，欢迎，我没事儿。当然没事啦，有我这个大英雄保护他吗？美女侠怎么需要你这个菜芽来保护啊？有话要对他说吗？嗯，好。哥哥，你们没事就好了。妹妹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长安。长安？哎，那妈妈是不是很开心啊？
你快点叫他跟我说话。好。他不会在睡觉吧？我们出了点小意外，冒险兄弟昏倒了，一直昏睡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妈妈他没事吧？放心，他没什么事。这个死猫，他好不容易到长安，居然在睡觉。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一定难过死了。这也没有办法了，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启程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？哎，你想都想不到，我们到了丰都。丰都？对呀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就跟那魔剑说，去丰都吧，他就嗖的一声把我们带到丰都啦。季兄弟，你们要小心，丰都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地方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骗我了，什么极乐世界啊？我看这一点都不快乐。就是啊，我所说的极乐世界，是地狱。地狱？你看我早说吧，乐极生悲。丰都地处阴阳交界，人跟邪灵混杂，极度阴邪，入夜之后会更恐怖。啊？哎。那千位老头是在骗我了，他还跟我说这里很好玩的，我看连命都要赔进去了。趁天没黑之前赶快找个地方落脚，记住入夜之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话。嗯，为什么不可以跟人说话？因为你碰到的可能不是你。怎么办怎么办呀？嗯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跟我走。哎哎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防身呢。哇，这么多兵器啊。哎，这个好可爱。老板，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呀，是给不会武功的人收腰用的。哦，这个好。哎，我可以买给茂茂用。嗯，太极剑。嘿，你看，是武器的选择人，不是人选择武器。你要跟他有缘分才能带走他。也是啊，就跟我的魔剑一样。高人，你能不能指点我一下，怎么样才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兵器啊？嗯，先付钱。哼，碰到对手。太极剑52,000，烈日枪53,000，你买这么贵啊？啊，买一件9折，买2件8折。那我买3件，是不是7折？喂，你又不是高手，你买那么多干嘛？你拿得了吗？做买卖，你懂不懂？优惠期间买满5件兵器，送一个伸缩兵器盒。看到没？嘿，伸缩兵器盒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变小以后，就是这个。任何一件兵器变小以后都可以放入盒中，便于随身携带。那怎么变？先付钱。还是不划算，我们干嘛要买那么多东西啊？怎么用得了啊？别那么多废话，又不是全买给你的。嗯，为什么是阴差啊？不是钦差吗？啊，做工精细，材质不错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这是阴差的阴字。他说我白痴啊。嗯，鬼会说白痴吗？你干嘛装鬼啊？你干嘛吓人啊？嗯，我说过我是鬼了吗？看什么看，没见过美女啊。嗯，美女我倒见过不少，可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大胆的美女。我哪大胆了？他哪大胆了？这里地处阴阳，日夜即将交替，人是不敢在街上乱走动的。那你怎么在这儿走来走去的？哼，因为我有这个。嗯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哼，这就是阴差的令牌。我就是玉树临风、人见人爱的阴差赵无言。赵无言，不人不鬼，欺人祸鬼，替极乐世界工作的凡人，奸诈贪婪，色大胆小，垂涎血溅，就他那样。因为这没人。哎，我说赵无言大哥，是不是有了这个就可以去那个地方了？
对，有了这个令牌，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极乐世界。我说这个人好端端的去极乐世界干什么去啊？哎，是不是俸禄特别高啊？没有俸禄。哼，得了吧，这个世界哪有白干的活啊？虽然没有俸禄，可它的好处多着呢。哎，什么好处啊？小子，我跟你说，这男人在世上，除了钱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权。极乐世界的东西，白天不能出来，要办事儿，得靠我这种凡人。相反，到了晚上，极乐世界里的东西就出来，四处抓人，也不会抓我这种有令牌的。所以呢，邪灵与人间的好处我都得着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凡人去过极乐世界，必定阳寿折损，而有了这块令牌，不但不会折寿，还会永葆青春。你们看看我，你们猜猜我今年有多大岁数了？我30岁了，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出来，还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所以说呢，做阴差是件挺不错的差事，在人间和极乐世界一来一回，可以帮死人捎句话，带点东西，赚的银两可多了。就是有一点不好嘛，就是不能够娶妻生子，繁衍后代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我最讨厌女人了，女人最麻烦了。哼，不过呢，像你这么玉树临风、年轻的帅哥，要是找不到老婆，那还挺可怜的。我可怜啊？我才不可怜呢！我有了权，那我就有了钱。我有了钱，还怕找不到黄花闺女吗？虽然不能够娶妻生子繁衍后代，但一样可以销魂脱影。娘子啊，你要是早点认识赵无言大哥，你一定会比现在更幸福的。你们是夫妻啊？是啊，咱们小两口是来这儿度蜜月的。来这儿度蜜月，这是天下奇闻呢。哎呦，我都觉得是天下奇闻。我说赵岩大哥，你看咱俩都来到丰都了，要不然你送我们两个令牌，让我们也去那个极乐世界逛一逛，玩一玩。这令牌可是绝版的，不过嘛，你想去极乐世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嘿，我就知道你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是离魂汤。离魂汤凡人喝了，肉身就会和魂魄分开，魂魄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，而不会被鬼差发现。等你们办完事儿，魂魄又回到肉身，可以说神不知鬼不觉，丝毫无损呐。谢谢啊。哎，这可是要花钱的，50000文呐。这要花钱的？这世上有白吃白喝的吗？不要拉倒。我说赵大哥啊，你看他吧，特爱买东西，这一路上给他买衣服买胭脂的，把银两都花光了，要不你给他们打个折吧。是啊，我们很穷的。这首饰银票都可以啊，房屋地契古董也行。你出个价吧。10000文。切。哎，那1万1呗。1万2。好，行，13000，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，多一分也没有了。25000，铁价不二。
你还爱要不要？往生站。上门是客，人鬼莫问。丰都往生客栈店主，相貌丑陋，满脸麻子，无人知其来历。鬼鬼，你们二位是来住客栈的吧？你是人啊？别怕，是人。哦，我们是。你尿了？谁尿了？我的灵魂汤啊，两万五呢？两万五，一盅凉茶。凉茶？凉茶？真的是凉茶？我找他算账去。算了，赔了钱也算是买个教训吧。那个姓赵的，半人半鬼，好事不做，坏事做尽。我劝你们两位，别去惹他。嗯，那不惹了。亏你还大哥大哥的叫他。做生意吗？其实到极乐世界是不要买什么东西的，每逢子时，城门口的鬼门关的通道就打开了，什么人都可以走进去的。哎，那人进去以后会不会死啊？那是邪灵出入的地方，活人一踏进去多半是被他们吃掉了，除非是得道高人。我劝你们两位还是不要去了吧。你说的没错。咱们等长青大侠来了再从长计议。啊，行。嗯，那咱们先在这儿住下吧。一到子时，邪灵那边的门关就大开，人可以进去，邪灵也可以到阳间。不想让邪灵抓住，就早一点睡觉，大被蒙过头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答。你害怕吗？公子。哎，这是你的房间。哦，姑娘，跟我来。别出来吓人啊。周岩，别跑。哼，你这个骗子，把钱还给我。谁是骗子？谁是骗子？就是你啊。哼，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哦。有听说过这新婚蜜月的小夫妻分房而睡的吗？啊，以我老赵的经验看嘛。娘子，娘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承认错误。你就不要分房睡了吗？好不好？我说娘子，今天你就跟我一起睡吧，快点。看不看？走了。喂，你怕他干什么？本姑娘又不是没见过色鬼，不是夫妻就不是夫妻嘛，干嘛怕他拆穿啊？再说了，他骗了你那么多钱，你不去找他算账吗？看看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静静师父教我的飞龙探云手，比白豆腐教我的什么剑术厉害多了。哎呀，有了这块阴差令牌，我们就可以安全无忧的进出极乐世界了。喂，好多钱啊！买兵器的钱都赚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万一那个赵无言发现了，会不会回来找我们报仇啊？他回来不要紧，万一带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……刚才是谁说的？又不是没见过色鬼。我怕什么呀？我怕他找你的晦气。好，反正他只会来找我，又不会来找你，那你一个人去隔壁睡吧。我为什么要到隔壁睡啊？我不去。
喂，随便。喂，这里可只有一张床。嗯，我只要睡一张，我又不睡两张。嗯，你睡地上去。哼，听着没有？你去不去？起来。喂，起来啊！起不起来？哼，不起来就一起睡。你干什么？你流氓，我怕了你了。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。你干什么？我渴了，我是要倒水喝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趁我睡着的时候贪图我的美色。才没有呢，我是因为你打呼噜太大声了，我被你吵醒的。我睡床的时候从来不打呼噜。哼！哎，不要！起来啊！小女子路经此地，想在此借宿一晚。姑娘气质非凡，若非是来自仙界，也必然是修道之人。请问这里还有客房吗？有，请。啊，请给我准备一下文房四宝，墨水。要千年墨。你以为小店会有这种东西？如果没有，我不会问。嗯，请。主仆，
睡得四仰八叉，哪个男人会要你？嗯，马婶，你吓死我了！叫你听到声音，别理会。偷看什么呢？我这不是睡不着吗？怎么，这么晚了还记账啊？对面的那位贵客呀，等着用呢。什么贵客？你看，又多管闲事。行行，我不管。哎，这个能不能借我玩玩？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文房四宝。这墨呀，是遇水不化、永不褪色的千年墨。真的假的？遇水不化、永不褪色？你以为我是那个骗子赵无言？我马婶啊，从来都不说假话。是是是是。哎，别别走啊！好姐姐，你就借我玩玩嘛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能随便借给你？这块玉我觉得挺配你的。怎么样，借我玩玩吗，姐姐？哎，我也够累的了。呦呦，我给你拿着。我呀要伺候你们这些怪人。不用不用，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帮你把这文房四宝送给那贵客，这总成了吧？那也好。您早点回去歇着，把这玉好好拿着啊。哎，记住了，快点，别让人等急了。哎，知道了，谢了。哎，每天都伸着懒腰，大摇大摆地享受着春暖。花开的潇洒，为感情犯错那太傻，乘着风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，有太多心情等我逍遥啊。天知道寂寞什么滋味，乘着风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，有太多心情等我猪婆。天知道寂寞什么滋味。马婶她今天累了，所以叫我把这个送过来。有劳你了，进来吧。啊，姑娘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你不会对每位姑娘都这么说话吧？才不是呢，我见到那些丑女我理都不理的。先把东西放下吧。哦，你要是觉得饿就吃点点心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姑娘，你这点心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哎呀，我这一路上都是吃干粮，吃的我嘴都歪了。请。舅爷，大晚上的背着把剑做什么呀？这不是晚上妖怪多吗？我有些害怕。不过我可以保护你的。哎，姑娘，你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呀？到这个地方来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要不然谁愿意到这种鬼地方来？说的也是，我要不是有事，八个人抬轿子我都不会来。这种地方可不是好待的，记住，晚上不管听到了什么声音都不要理会，千万不能踏出房门半步。这每个人都这么说，不过只要听见一丁点声音，每个人都会出来看的。你必须认真记住。好，我一定。圣姑，对不起，原谅子轩再一次违背承诺，我不能跟你回南诏国去。我知道
长青在极乐世界会遇到不测。虽然我们已经圆寂，可是我不能坐视不理，我要帮他。事情解决之后，子轩马上回来，请代我好好照顾青儿。说话。我等这机会已经很久了。原来是你。女娲后人，你还认得我？你一再阻挠本座的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只要是你伤害徐长卿和景天的事情，我女娲后人一定要管。就为了两个男人？许长青，你没有资格和我谈判。我求求你。没想到许长青居然需要女人来保护他，孬种。景天兄弟，兄弟别睡了，景天兄弟。哎，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
景天兄弟，紫萱姑娘有危险了，你得救她呀。谁是紫萱姑娘？哦，是不是白豆腐的相好啊？哎，就是那个客栈里给你吃东西的那个姑娘。原来是她呀。哎呦，她人长得可漂亮了，又温柔。哼，她跟白豆腐好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她被魔尊重楼抓起来，如今在极乐世界的宫殿里快被打死了。哼，你说那个红毛怪啊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他是白豆腐的相好，应该是白豆腐去救他呀。蜀山中的人也无法对付魔尊重楼啊。啊，连你们蜀山的人都对付不了，那我更加打不过他了。不，你可以的。我对付重楼不能单靠武功，我教你一个咒语，每念一次咒语就能凝聚天地之能量，集结于魔剑之中，这样你就可以对付重楼了。那重楼这么厉害，这个咒语得念好多次吧？这咒语不能随便念，只能念三次。才三次啊？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念，才能发挥魔剑的能量。这么多规矩啊，那我哪知道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啊？到时候我自然会提醒你的。不过你一定要记住，咒语的效力只有七天，你一定要把握好时机，救人要紧啊。好吧，就让你的白豆腐欠我一个大人情。老头，你把咒语告诉我。轰！达玛尼去龟毛轰！哎，记住了，倒背如流。好，记住就马上启程吧。哎，你还在我梦里呢，我怎么醒过来啊？这没问题。不过你醒来以后不要害怕啊，紫萱姑娘已经施了法，你现在还是个隐形人呢。隐形的？嗯。一个时辰之后，一切恢复正常。那也就是说，在一个时辰里面，谁都看不见我。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把这个交给需要看到你的人，他拿到这个，自然就能看到你了。总然那只是瞬间。